哎，九十，哎，太难受了，给我转！下面的河蟹肯定是没了，我们往中路走一波吧，这上路不好抓。哎。哈哈，我操！哈哈，有钱了，回家了，刚好盖轮。阿哈利搁旁边，我不敢去。哎，阿哈利为啥不走？回见，嘿嘿嘿嘿，哈哈哈！你不需要提醒我两次。你在干什么？谢谢你的，谢谢你的小龙。哎，别！这哪里来个二级的 ADC 呢？我就没明白了，那 ADC 想干啥呀？嘿嘿嘿，哈哈哈！快跳弹！这干啥呀？石头人都不轻，太累了，那石头人打得太累。嘿嘿嘿，哈哈哈，怕我。啊，他又被单杀了，他可真菜呀，可真是弟弟。是不是？我就帮你把这盖伦杀了。这装备也是盖伦。遇见过你要仰望。嘿嘿嘿，哈哈哈哈。哎。他让我走。你说谁是小个子？我帮你猜，他要别，那行吧，那你自己玩吧。你还养鱼？谁是鱼？你是鱼吗？你还养鱼？我操！他还要养鱼？行，你养吧。我看你养出来什么鱼？你养的是食人鱼啊？你是？我去帮中路猜去，我还不帮你了。哎呦吼！啊！被鱼吃了，食人鱼吗？没跟你说，他养个鳄鱼，这鱼给你养的。烫，嘿嘿嘿嘿，哈哈哈，嘿嘿嘿嘿，兜儿，下路拆了吧。
那上路那鱼怎么样了？用我不？上路那鱼都要起飞了，那是飞鱼啊！我感觉。哦，惩戒，我擦！完了，阿卡丽无敌了。这波阿卡丽进场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，锤不扣了。我其实要的蓝 buff 真没什么用。也去找一找那稻草营。走吧走吧。完了。哦吼！嘿嘿嘿嘿哈！大招空嘞，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没想到这稻草营这么猛，要杀你，这我是没想到的。哎呦我去！大概轮的。鲨鱼。嘿嘿嘿嘿嘿哈哈哈！我操！咦呀！你红了红了红了！这仨个碗猴。我扎，我再扎，没扎着。哎呦呦呦，盖伦！嘿嘿嘿嘿，哈哈哈！还有大啊！哟呼！哈哈，我扎！嘿嘿嘿，哈哈哈！惩戒！谁是小个子？哎，我扎，我扎，你们是什么意思啊？完了，我要死了！嘿嘿嘿嘿，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哎，给你个冰雷。盖伦很明显是要用挺进要杀我，你看看，小心阿卡丽啊！马扎，别急！嘿嘿嘿嘿嘿，让我烫死了！好大！
感觉我们可以大楼。八百点惩戒没事，他抢不到。哎，呀，盖伦有沉默啊！我靠，我盯不出来，那盖伦有个破沉默。兄弟们，给我杀 ！Nice。嗯，这盖伦怎么回事？哎，嘿嘿嘿嘿，哈哈哈！哇扎！闪现！嘿嘿嘿嘿，哈哈哈！嘿嘿嘿嘿，打个野吧。下路，下路可推。这人是干啥呢？往后点啊！稻草人不知道跳不跳大呀？我扎！哎呦我剑魔，剑魔，剑魔拦不住了，剑魔！嘿嘿嘿嘿，扎！阿卡丽能直接烫死我，感觉。得了。嘿嘿嘿嘿，哈哈哈！丢。完了啊！大宝剑，好多沉默啊、哦！我们往后点站，队友往前点站。我现在没沙漏，我也有沙漏，往前站还可以。那盖伦就瞅着我。不用害怕，你们就往前站，对面敢开就全死。哎，嘿嘿嘿嘿，哈哈哈！我进不出来，直接给我秒了。哎呀，这控制可太膈应人了！有愤怒。